机器人叫老公50元一次，机器人叫老公50元一次，机器人叫老公50元一次，机器人叫老公50元一次。机器人呀，会喊老公？你会要几种声音呀？你想要的我都会。你能不能想让我免费听一次？不可以。不可以。给媳妇儿都有了，你怎么回？哎呀，一会儿我错了。哎呀，天意呀、啊，这机器人手感还不错。哎，叫声老公听听。老公。哎呀，不要钱也可以叫，再叫两声了。给钱呀，叫甜一点。老公。太生硬了，叫甜一点。老公。哎呀妈呀！真的，再叫两次。老公。哎呀，再来两次。老公。不行，叫的腻一点。来，再来两次。老公。不错。哎呀，美！我要有这么好的老公，多美！哎呀，来，都给你叫着。老公。哎。老公。老公，哎呀，这是我老婆，谁也别和我抢。老公，叫完了，退。二平啊，老婆回去以后，你有什么理想啊？我的理想那可大了。忘记啊，我要在。上海到纽约通条高速公路，然后我坐在上面收费，还有就是把高速公路两边全部给绿化，我就是未来的地产大亨。你说我得多有钱呀？哎，三爷，你别光听我说，说说你的理想。我的理想呢是当你媳妇儿，跟你一起收费去啊。那不是你看你那么黑，你先把费用吧。雷哥，你的理想是啥？我的理想呀、等你当了大富豪的时候，我给你当门卫，怎么样？这个可以。哎，雨文，你的理想是啥？我给你拿皮包。不错，这个好。到时候还在一块儿，你当老板，我们伺候你。对，每人工资给你10万。好。闹什么闹？都不知道玩手机的吗？高考交上来一天了，你们绝地求生的成绩怎么办？你们看你们的吃鸡成绩，先看选择题，98K 用什么型号的子弹？这题都有人选错，还有人给我选弓箭。最厉害的头盔是什么头盔？二平居然选的是草帽。补血用什么？关磊居然选的是创可贴。你们都是怎么审题的？我在监考的时候发现有20名同学居然落地成盒，还剩下一半，连前10都没进。你说你们这成绩怎么能考好？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差1-2分都上不了清华和北大，你们还有时间在这说笑？都不知道拿出手机来玩一下吗？今天老师亲自带队，谁吃不了鸡谁就不能回家，都给我上来。都拿出手机来，打开吃鸡。今天老师要教你们团队协作能力，都给我集中精神，跳军事基地。哎，老师，有人呀！你怎么又落地成盒了？老裴呀，你手里怎么把我给炸死了？蓉蓉，你去扶，别扶树，你去扶关磊。哎，这谁把我给炸死了？不是炸人，我看到他炸了。你怎么总是炸人呢？快冲，再来！易拉罐烧烤，挑战高温99度吃烧烤啊！吃了免费，只要能吃了就是免费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挑战高温99度吃烧烤。瓦力，前面有个小汤子很嚣张，我们去给他上一课。好的。
挑战高温99度吃烧烤，哎，挑战成功5遍。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我看你俩这小姑娘细皮嫩肉的，别再烫坏你俩。咦，我不怕烫，玛丽也不怕烫。你说话去，快快。身子都吃啊。这是机器人呀。机器人出来找我呀。你俩在这儿吃下去我不赔钱了吗？哪个机器人和我是烧烤摊捣乱。没熟的就想吃啊。神器好吃又甜呀，饮料，冰镇饮料，补充维生素的饮料。大西瓜避暑神器，吃了还想吃。哎，兄弟，来来来，看这西瓜。这西瓜多少钱呢？1块1斤。1块1斤啊？能不能再给便宜点？再便宜点这都要了。行。哎，大哥大哥，我这饮料都是1块。补充维生素的，来来来，正的，来来来，都一块。哎，这饮料都1块是吧？都1块。哎，都1块，那我给我来3瓶。哎，兄弟兄弟，他那饮料太阳晒热了，不凉快，我这西瓜凉快。别理他，我这是刚拿出来的冰镇的，别理他，你试试。哎，是的，他那过期了，不能买。你俩家咋做买卖的啊？你俩家？不买了，气死你！你这人有病吧？你猜？啊？有病？哎，不会让我说的真有病了吧？没问题。怎么样，大哥？不错呀。哎呀，你这发明能申请个专利去了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喊起来。西瓜汁儿，世上吃西瓜最舒服的西瓜汁儿。西瓜汁儿，来来来来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卖的什么呀？西瓜汁儿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有红牛味的西瓜汁，雪碧味的西瓜汁，站里边可乐啥味道都有。怎么卖呀？50一瓶，倒是不贵，让我也体验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坐坐。哦，躺着享受。哎呀，哎，躺着享受。美，西瓜汁儿避暑神器，西瓜汁儿。哎，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哎呀妈呀，你这变花样了。哎，来一个。哎，多少钱呢？50。50，行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坐来一口，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还有这服务呢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张嘴。哎呀。
好喝不？嗯，不错，行。老板呀，怎么没了呀？啊，我的也没了。啊，喝完了，这不够啊！这么快就喝完了，再灌一盆。续，续，来来来，续。续，再灌。续，灌。再续。别忘了，我是你爸爸。不要说说说你不听。